现场去，然后就有几个是哎，来。给他看哦，大力给他看，就说这个现在这个样子，他已经参与在里面。对，他在盖好的时候，你看在修好。因为没有知觉来讲话，哎，那个 keep 改掉，够个修复改掉，啊，然后怎么样，还是会被批评的，蚊子馆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怎么样，还是要让当地的乡亲可以跟他融合在一起，这个是最主要的。我觉得因为我们虎尾镇这边做的很多哈，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感觉到，其实这几年台湾的本土化哈，还有重视。重视过去的那种有形跟无形的文化资产，其实这几年台湾是进步很快很多，去让我有机会可以当县长，进入到这个县政府的政治舞台。然后发现的是，台湾以后这些有形无形的文化资产，其实应该跟他怎么样？应该给他一个最大的奖，真的是。还有那个。这个云林县限定古迹哈、永翠阁的这个修缮的过程中，我们办的第一次的现场的工地的这种展览哈、跟导览解说。那永翠阁是我们的限定古迹啊、当然它是日治时期的一个官方所设置的招待所。那这个招待所距离现在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啊、那在全台湾的相关的这种招待所的建筑里面，虽然有很多譬如属于台盐的、台糖的、矿业的，可是属于地方政府层级的这个招待所，例子并不是非常多，所以可以显示我们的永翠阁它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。我们期待好好的把它整修好以后，那我们可以跟镇公所一起合作，把它进行活化跟再利用啊、期待我们可以为虎尾镇产生一个新的文化亮点，变成未来的一个城乡魅力的一个所在。